他之前真的很阴险的，一堆飞行道具丢丢丢的。哎，这个洞是有去过的吗？ 哎呦，这个就是我很怀疑的地方，这边我要怎么无伤过呢？感觉那边不太可能无伤过啊。对，拉拉佩在英文是简称，没错，咖啡 Latte。 哦，这里应该可以拿其中一个，看是哪个。是啊，这是鬼。啊，所以这要整打、啊，用魔法吗？ 不行，用大将冲吗？我是有这么想过了，试试看吧。哎呀，<笑>大将摔死了，是好像可以，但是好像哪里怪怪的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好像不太对。 行哎，好嘞，应该不是这样，你 A 好吗？不要什么都 A 的好不好？再试一下，来看一看，不要什么都 A 的好吗？可是我怀疑雷云看看吧，可是雷云我觉得可以用雷云。 派玩家好命！好。 大象冲，这倒也没毛用啊！这回，这比较快到下面而已吧。可是那个我记得，其实就是下面的路过来啊。先去别的地方看看。
对，我记得要从这边走才对吧？没有，那个其实下面的一条路上来的。我想一下，那个是某条，那是从那边上来。那边比较算捷径啦，所以我刚才想要不要走那条，走走看吧。我不知道那条有没有，我不知道那条走起来没意义就是了，这是重点。对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路就是了，那先走走看吧。对啊。是啊，这个游戏还蛮直观的，也许这边就有东西可以找。好像哦，这有个大石头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哦，这边看起来就是想到象棋碎破。操屁屁！我要走上面，走下面，走上啊！那快点冲冲冲呀！冲啊冲！哎呦，冲冲冲！吓死我了 ！Fuck！ 我觉得要变猴子了，猴子跳跃力比较强。算了，还是变人。人的脚比较大，猴子脚太小。干，为什么？游戏是有 bug 啊！我要不要吸凉了呀？出去补血。干，没有补血的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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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先闪。来，下来啊！干嘛的补啊！那没啥补血。What?
好，补血的，烤要补魔的，啊，应该够吧？我要认真了，我要认真了。他那为什么盘子会往回走啊？不，精怪盘哦。啊，应该没问题了。OK， 搞定。呵，得到了大象彩。呵，哦，超猛。可是我刚刚有需要大象彩解锁的地方吗？好像不太记得了。那这里代表应该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找了，再去找找看吧。大象彩还有一个是猴子冲嘛，对不对？看猴子冲在哪里好。可是还是不能用升龙拳。哎呀呀！糟糕，要去了！阵地嘛，呵啊，你看，呵啊，看一下解说就知道了。看一下功能啊 ，Press down while in the air to smash the ground， 就这样啦。啊，你们不用跟我讲攻略啦，你们不用跟我讲攻略，我自己慢慢试就行，好不好？我再说一次啊！你们真的不用不太需要跟我讲怎么过、啊，好。那我自己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屡劝不听的话哈，就不要逼我了。如果求救，你们再跟我说嘛。我没有求救的话，就让我自己来了。